说话表演的，因为我从去年就搬回去我自己的老家都兰。听过都兰国小没有？有、哦、是真的，这个国小不是都兰国小结束校友，但是结束校友还是会有出锤的时候。当然是因为有梦想，有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才决定搬回去部落，把所有的工作重心带回去。想要在年底的时候办一个全部都用阿密斯的演唱的方式办一个音乐节，然后希望鼓励年轻人多认同自己的文化，然后讲母语这样，希望可以塑造成很像那个法国的音乐节一样，法国南部的小镇的那种感觉。然后接下来的表演呢，就是类似这样的表演，我全部都要唱阿密斯哦。但是第一首歌是中文哦，然后后面就是 Amis 的，这样这是一个尝试，然后也让他来听听看不一样的音乐表现。第一首歌再次诚挚谢谢啊。手边装的碗，半笼的车水马龙，梦想怎么猜，进出的玩家灯火，十年随风来，徘徊不言，只是落泪来释怀。该有的豪迈，梦想的勇往直前，没有了依赖，朋友的祝福满载，我也终于来，期待阳光再照了起来。Yeah.